各位天使镜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福气来嘞》，我是综艺群阿群妹。大家好，今天半夜班中秋节就快到了，过上一下这时间啦，大家动作就会一起亲朋好友啊、见面啊、朋友啊、看月光啊。过上一下这时间，有一件事情就当中也有机会爱送礼物。唔，伫大家滴啊中秋节半夜班会送嘛个礼物呢？今日节目当中就要来同大家来分享，像阿群妹爱。亲好送给一种礼物咯，就是因为啊 ，Andy 个是朋友个时间啊，有上次我收到太那个，故说要的时间就做得来，所以还以为啊，各自可以来解腻一下。故说今日节目当中，爱同大家来收件 Navy 个意味呢，来分享今日节目地都有请到位来宾哦，来分享 Andy 美丽女房农场个胖阿爸分享。大家好，我是女房农场。因为福气来的来到了电视台同大家见面，大家好。欢迎你冯阿伯来到节目当中哦，欢迎。谢谢。韩国撒哈来，嘿，你冯阿伯讲讲个么嘢？欢迎宝珠姐，欢迎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一方农场的宝珠。今半夜当欢喜来到福气来了，也在节目老大家见面。欢迎两撒来到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哦，一开始就要来同大家分享以为阿 Q 妹就来太家。来试试看啊！呀，以为啊，他讲是裸虫的以为，裸头的以为，对不对？三十六年的哦，暗叫的以为哦。故说一下阿 Q 妹就再来试试看啊，这个肉质看起来是肉丝那种冻油冻油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对，嗯。老鼠的油诶，跟肉质较油，是起来，其他菜较香油。哦有位肥甘的甜蜜，甜蜜同香蜜都好吃，非常的好吃。故说其实像安阳的油诶，老条的油诶，同一般年纪较强的、较后生的油诶，所以来个口口感有嘛该冇强用。较后生的就其油诶跟肉质会较粗一些咧。哦。较冇安尼个像遐油诶，食起来好吃。没讲甜甜做啊，所以哎，肥料都厚脸汤，我有一种的肥感。对，是有一种。这个景色就会更像，而是故说阿爸系按用形容呀，就个以为个哦。那宝珠姐呢？我以为吼35年平均有35年的肉长，所以吼食起来，佮有时都有淡淡的个蜂蜜的香气。哦，还会有普通的香味。系啊，佮个甜度哦，迄一边个甜度，我都11度以上哦。哇，11度个已经当高诶，因为以为其实啦，也系很奇奇个以为，以为不过一般诶买到以为政府卡，还会让伊标一下，这个动作叫吃水。对不对？二本也个水分回流到柚子里面，食起来真会软软，含卡清甜啊，含卡清甜就超诶。不过你阿不卡个以为有得多奖个哦，对不对？今年得到个铁定奖，诶，就平均是做阿个口感嘛，全部变人家，也总以为人唔必得抢头摆个两度就当哦，也人食起来还有。口感对品质爱好，品质爱好，就是说就爱慢慢的，所以中药就慢慢的建议研究一下一点。不过其实像油诶有同多品种，你阿不卡个油诶系乜个品种？系那片那片来个品种？也系文旦，即系以前也都，也系文旦，麻豆，就几十年前就有先吃中国式的好。哦，慢慢的种起来，挨到个地方，对鱼类也有适合。古时候像亚地美利亚只蔬菜类种鱼类是适合嘅，种文旦是适合嘅。不过其实一年四季做在中东都冇常用品种嘅鱼类，咪请阿爸来同大家来分享一下。其实一年做在来中东都种嘅，它新鲜出来嘅是文旦，白椒叶那边呢。都十年了就拍油诶，拍油诶，拍油诶，也个外形系相当样诶。外形咧，上颜金黄色嘅，金黄色。因为讲将金盐把佮变到会出纹又香，变到黑糖吼，房间咯，大概是冬香，太阳去变嘛个。芳香剂，芳香剂，它以最终的甜盐嘅。对，那个是白柚，白柚，过去白柚哈，拍油诶。有几啊种嘅功能，第一年系讲，哈，佢写佢过去十几啊，会讲一些，
哈，过个期哈，个皮可以切开来个地方用拿出来，可以总结之。醋啊，是醋，一般人有安尼。对，白柚，跟白柚吃夹食，宝珠姐是不是有那我一个方法做来同大家来分享？一拍以为吼，佮差唔多，佮安尼肉皮的吼，佮做一点安尼黄色、黄色、色冻浆，像你那眼球一样安排的。过一拍以为冻特别，佮炸起了哈，变为一礼拜。加个柚子的筋，给分多筋吼，我被释放出来，然后不用那个房间，我冻消。冻消。哎，过去不用的湿气，因为个柚子较大粒，咪加柚又较蓬，较厚实，水分又多，湿气来吼。安尼酸又甜，然后做的迄细细的又做的落一些这个眉粉，会增加一个层次感。你按样讲啊，迄蓝色就见流见流，冬上的时候，对啊，冬好时。你到时间还蛮多吼，都深夜嘞，对不对？深夜可以是啊，晒下来，晒下来还有毛香的油味哦。就帝王油。帝王油啊，芒色糖果哎。看到帝王油就几。开了一粒有十斤左右诶，七八斤都十斤。哦，哦，再加个皮果卡油，一般人变做黑糖方。嗯，佮当人看到是当喜欢啊，佮爱金金黄黄，什么又当酱。韩国的几个肉子又当好，佮当那边去。伊冻奶冰冰的都冻久哦，也是很多帝王柚，帝王柚，下了还有那个一种叫做甜葡萄柚哦，甜葡萄柚也是就一般人想到甜葡萄柚是酸的，韩国是橄榄色的，橙黄色的，对，那样是算改良型的个葡萄柚，然后佮吼佮皮是绿色的，所以我都是讲就绿宝石啊，佮皮强强，看起来就冻酸呢，系啊，你啊一摸一般人看到。哦，要皮强强，还没冻酸，实际上哦，伊低度水分冻多，水分冻多，又做得大只，又冻健康。哎，伊用有色膏哎，它里面果肉是不是比较偏黄色的？哎，它偏一点绿色的。哦，绿色，里面的果肉也是绿色的，绿色的，绿中带一点橙黄啦。对对。哦，原来是安呢，所以像按有无穷用嘅以外的台湾，其实非常多，哎，台湾真的是水果王国啦，对不对？冻到种毛球，像迄以为就不会按到种的。对，不过都一下 M 半夜班中秋节，儿童太高了，分享的就是文旦柚。那像这样子文旦柚，按按用的看几熟嘛，对不对？按按说的时间，按用的来看几呢？文旦柚还熟起啊，这皮色会专门会给外皮柚柚啊，几个看起来也都。屁股四个都会较平，会较平，个肉质就较开。一下子时间当中得炸下来。半夜半前嘞，半夜半前嘞，汤卤加前嘞，炸个，就做得来炸下来。你讲糖讲，因为讲啲台湾人一般来讲，做果子然后佮菜熟下来，还爱经过运送，还爱冰，爱一段时间。古时候当农民都会先提前一丝丝来炸。不过阿爸糖讲坚持爱伫苏丹风本去熟个以后长长，炒又熟过后，佮肉质将会饱满水分，也会较有香气，将会出来。你提前炸皮又较蓬，佮肉质冇安饱。又会冇安饱。古时候给你炸下来就会晒晒老几麦太了，对不对？炸下来，炸油的时间，炸下来听说会变油，水加个油。的左右诶，就系本地瓷水，本地水较熟的，伊个油诶，油诶皮油加细胞皮上有油，你割到伊，上到伊个皮就会一沓沓糊，看到就像人坏掉咧。哦，黑暗的哦。哦，不过炸油诶，落水田炸唔得，伊炸个伊。一个有水分就产生到加个皮上个细胞会烂掉咪，其实会一直一道一道像树的秧子会走出来。原来是安呢，不过刚刚讲的是，啲树当好嘛，个长土做得来摘下来。不过摘下来，我同大家来分享，就是天视机头前嘅观众朋友，听说当上我哋嘅咧，就系讲其他就去 no boy 啊，去可能水果店，我哋托优惠嘅时间，我用嘅托，将会托到好色嘅优惠哦，要当重要哦。优惠刚刚就讲，托嘅。
皮肤较油诶，较痘痘较重咧，这样有水分，你强就无水分咧，其实皮肤上底背就无水分。可能你拿到漱口水就爱用撑撑啊，可以有冲凉无？嗯。冲凉油诶，高香喏，我一边有看起来喏。我一边看起来，皮卡油豆诶哈。皮卡油豆诶。皮卡油豆诶，个意思诶，看牙诺不会给那个小一颗一颗的那个小细胞诶。那个这个叫你阿豆用诶工具。哎，油诶个牙个细胞机啊，油啊那个一看到一条一条边个牙个就细胞。我们叫油包对吧？油包，油包，看牙油包的分布。嘿，我爱较窄条诶，伊较油诶，皮肤较窄咧啊，皮肤较烂啊，较烂些。故说它的那个毛孔很大的，分布不均的，就毛脱，就 NG， 哦，就 NG 哦，这么严格哦，阿勇就 NG 诶。故说油诶窄起了，而边而边皮缩水，哦，缩水，缩水，水而老去缩起来。韩国人泡，泡人会泡，你知道？蜂蜜这样会做出来，肉质这样软。对，韩国韩国阿爸有讲蛋糕有压背给面毛托，对不对？蛋糕底头有留压背。文旦冇留压背。哦，文旦直接炸。文旦一炸，它给它底头给它散发掉个水气。嗯。因为增加给它甜度出来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故说你看哦，也当初要求同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分享哦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给我转来。欢迎大家又转到福气来咧！我系综艺群阿群妹，今天在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苗栗嘅优惠，苗栗嘅文单。刚刚有讲到吼，也优惠吼，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种。啊，一下就系按文单爱菜数嘅时节咧，差唔多诶。不过其实吼，像呀优惠爱种出来，当然家家环境当重要，家家种饭咩当重要哦。故说节目当中一下就爱来请阿爸同大家来分享。其实听讲有得到呀。农业界的诺贝尔奖叫做水土保持两位给按用给神农奖，对不对？是啊。哦，要水土保持当中要他太高东东年度有按用给观念，今年就给个人很用的来做一下水土保持。那个水土保持，诶，以前水质保持叫跟农委会啊，有推广一个做一个水土保持。当初20多年前来就做一个水土保持排水。按旧以前就滴个做诶，就做诶，哦，就滴个做排水呀的哦，哦，做好张重要的水果，不是来到重要的就水土保持做好，交通方便，行行，做好来张来重要的，不是对一个水土保持，对一个水果的成长，哦，太起了机，它唔会水土的流失。突然的奶的流失掉，对，诶，表皮爱抹盖，哦，保可以保持到做个树的个根内个养分去吸收得到。你刚刚有看到相片，人家果园呐都冇滴个拍错呢。我种的是草生栽培啦。哦，难怪不是拍错。草生栽培其实，唔拍错系有原因嘅，唔咩挑食，咩挑难呐，咩挑难唔拍错啦，对不对？系有原因嘅。错诶，就超过长咧，啊，年纪唔方便，然之后拍得就本机去做油皮皮，免得做本身去做。蛋糕生态果还可以留去拍得，唔过带下要留等。留等比做水土诶水分诶保持啊，避免水分流失，对，避免去磨按脚凿，磨按脚。冇按照奶，冇按照早餐咩？对，因为当当年就知道，哎，种东西听说错，要去拍枪枪。其实也是另外一种方式，草生栽培法，就是本家掉给，有点像是老家给奶油添一层被子，对不对？添皮也都蛋糕，按用就做在保护家给奶油，唔会按家给流失水分，唔会蒸发掉。对，韩国糖果你种油的树，还会老去翻土，种果树还会翻土哦。哎，就是较传统的做法，因为
我就是想讲一种，也有点改善来。嗯。啊，冬天的时间，我边因为昨天冬天我边有几笔，因此晒的繁都，我改开了边皮了，唔在意。主笔，书画的主笔，人哋改改啊，改松了，人工改哦，系啊，我拢用人工去改。就是按那时间去，每年年的奶啊，改开的本意，红花做比晒日头晒全身。哦，很早的晒去。个书的天然几口味。一个幽静，它会发出来啊，因为奶牛是让它松土，活化它的土壤，它就可以长更多，然后也可以吸收这个水分。嗯，哇，种东西真金毛安改哦。古时候像安用幽的啊，钩子呀，都等到研究会用蔬果这个方法，本地上都钩子含卡太粒，也是讲上都含卡甜。像伢都种幽的有滴个蔬果么？有看到唔正的唔几好诶，也超过度诶，做个杂体。哈，我了解杂体就错诶，还是不是有本品种？那条爱蔬果，那条唔是蔬果。看按现场一看，也看到唔好诶，按做个杂体。啊，唔好诶，行系会杂体，因为有条硬蔬果系鬼拍诶，然后给输掉。啊，唔够冲，以为呀种就唔是按度，对不对？你文旦就靠蔬果冇按多啦，因为文旦佮唔咩会太粒的东西。嗯，对，其实文旦真紧，当当年一下就讲其实细粒的文旦。差不多平均在一条长度一斤左右。一斤左右，哦，你用温度充电了。对，古时候文旦太讲唔是爱浅太粒的咩，就是细粒的东好食。嗯，也就唔是蔬果。嗯，哦，你拍鱼啊，都要几双人佮太粒。嗯，其实我一蔬果蔬都卡咯，其实我卡太了。念了还按呢，还讲谈讲你对果树的管理啊，还有老爸爸给矮化，对不对？怎么个爱老果树矮化呢？伊就想家给吃也按呢啊，怎么个很爱 TP 老给边还爱的喂？他爱就防止风啊、台风哦，我也卡唔会吹个，过去卡矮啊，人工的接受卡矮啊，卡好。嗯，用的将很多老果树矮化，它果子老已经它比发够旋顺啊，主要是往两边在生长，而不是往高度在长。它上上啊，上到太高，你就老去劈它，它就会向顺风上。嗯，对。哎呦，就很多矮化，黏了黑暗呢。古时候也黑马啥搞你呀？这方法个呀？哎，都做农的，就这个慢慢的一种个经验出来的啦。嗯，哇，真经老经验哦，阿爸经验70多岁耶。同大家分享经验，成工中嘅老经验就错嘅。不过其实像伫台湾中任何嘅农作物，听说会有偏开、重开。文旦会有吗？就是一个虫害之间，哎，就是每年都文旦熟成期了，冬头要识皮以前，嗯，就要选芹眼啊，嗯，啊，芹眼，芹眼会做嘛该？芹眼就输在底射枪了呀，射，嗯，眼毛糖果输在会射，输在很会射，人会射，宠物会射，输在没会射，没会射，用个射啊，哎，就是会用。用个国外个安尼个用水用个个墙上哩洗个流体物，全咧就会洗脱。其实唔会做个个皮肤像营养冇洗，奶就会掉，而且洗枪了，其实会吸收个营养。就防止病虫害。防止病虫害。古早苏味蛋糕个可能像流体，青苔蛋糕可能会有一些病虫害啊。哦，会上到个片。会上个结卵呐，一朵就会残留果冻嘛。古早每年就会滴。对，这样子树才会健康，才会长得更好，更茁壮。当年佮就按用用水水柱，按用谢谢啦。嗯，哎，老去搓毛，我很想知道啊。水菌虫的，哎，用国外水菌虫的个树会虫的。哦，哇，哎，真紧忙是糖果树会爱老去谢谢啊，个呢，像以为爱谢嘿。
文旦会写，文旦会写。甘麦类族有没有会写？甘麦类像芸香科的，对不对？芸香科的全部就清后淡盐就老给写一百。洗一摆，输的垃圾就会伫洗。原来系安尼，计厝提像按用洗输的，然后去保养清洁以外呀，像油的系唔系含系无有虫的，怕油的。那开发时节较无会啦，开发时节有一种的。阿姨，你冻熊啊？计油的发，计发一开的时节，规只烟的含个笋方全部就撇到熊熊的面头。不是，其实有一种的芝麻，其实话，芝麻上，其实因为一开发，其实有个时机，其实话安尼去拔去熬啊，故说油的皮就会拔。跟用个啥？用的来保护。加就地边下头就会用，它会用到药剂类。这些东西先地分一边处理啊，某个就为卖相，我唔好看啊，就全部就八八五五啊。对，啊，迄个果子浅浅的生出来以后，系唔系爱做其他嘅管理，爱留佢保起来嘛？对啊，所以真头几日都挨到都差唔多会。我收的时间，过年也就会一度啊，就只有退的保险啦。要套袋，要套袋。啊，像按用 U 的，夹个套起来，夹个退的，是透明的还是不透明的？哎，就拍摄的，拍摄的，看唔到底度的，看唔到底度。哎，给我夹个时间，我用的看起凶猛咯。哎，伢恁水果啊，佮一般有算季节性的东西。啊，佮收的个，哎，就会滴。大概就看那好生嘛，以前一般看因为佮差不多霜降节气，所以生腌十月就是双十节国庆之后，大概就是它的那个采收期了。难怪人讲吼，种东西要靠经验，根本要用糖好了，一箱糖也很多，有没有？全部都很专业的知识，你讲设计要做喊黑做不出来啊。多少爱情转，爱情转要给来同大家来分享。不过像没有你啦，因为大家伫像文旦也台南马都没有，也没有你没有，跟没有你师傅嘅环境用嘅会对啊。以为红用，我先都用那手台来做呢。因师傅哈，算来搬啥来，他想洗南方啊。今日做靠他存哈，哦，佮可以拍卡爱。哦。佮个人家温差，师傅个人家温差无安胎。也以为属于热带的水果。特冷带水果哈，你将哎呀，北部的水果种起来温单。个出卡膜呀，种个口感咪甜土个卡膜啦。伊像懂得像是什么什么水蜜桃，拉拉山的水蜜桃就会讲什么，听说爱闻茶冻胎啊，一哈蛇哇，一哈狼，它就会收缩，你就会有甜土出来。不过因为咩呢？因为就爱卡热灶烤，爱卡收水分，其水分唔是挺多。故说奶油当葱油，做半沙奶叫二水，半沙奶二水，爱到水都不止做爱水排水系统爱做好，爱无进水，排水好也以为就上来好，热灶爱好，热灶爱好，给温度呢？温度故说伊啊，像西南温度较高，温度较高，较少走得到热头的地方，记住甜度会较好。真的都会较好。故说师傅系一定适合做稳当的蔬菜。伊又唔会讲强热，好强鸡吼。韩国诶，没有厉害山上嘛，对不对？故说山城中等多果子啊，尤其系要稳当韩国顺风大蓝啊。其实规个没有哩，中亚果子一定适合。不过因为还有等多内容，爱同大家来分享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个转到节目当中哦。欢迎大家又转到福气来咧，我是综艺群阿群妹。今日节目当中，同大家来收集美丽师傅的文单。韩国讲到要文单呐，要在节目的单元轻松聊哦，就会安尼讲声农民啦，爱唱安尼阿爸同大家来分享一下。生来啊，也有会应用的来保存。其实，一般有诶哈，有常时像一下家庭跟人口东西。
剥嘅以后，剥嘅腰嘅以后，就冇办法一下子捞起石头啦。像安用剥好嘅腰诶，做得冰几久，安用嘅冰。剥好的时间就一扎起，你冇石头，就保鲜膜捞起包起来。好，像安用安你头前安用剥好嘅保鲜膜捞起包起来。包起来就保存住冰箱冰蛋，冰箱冰蛋，唔会坏掉。安用差唔多冰箱地度做得冰几久？八块落去差不多两三日的，还冇错。两三日，两三日都一礼拜。保鲜膜保证最主要会避免个水分流失。对，保鲜膜捞起包起来。啊，一般去买种起嘛有吃过位，就按你完整的衣位吼，你就捞起，不用都给常温底常温下面，把箱子打开来放在常温下。不要直接晒到阳光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啊，用做在不用几久？嘿呀，衣位吼也差不多不用。半张叶、一张叶拢冇问题。一张叶、一张叶、一张两叶，安尼冇。哇，因为做得不用动脚吼。不用动脚。哦，古时候安用太家就低咯，迄家是讲有上是薄嘅，因为身体还迄做得写，然后佮用保鲜膜包包啊，用到冰箱地度，夹夹老几实体。啊，不过清后还要夹夹实。夹实体，佮有香，佮有香味啦。哦，佮有香味。不用太久嘅，因为香味冇一点嘅。香味，嗯，佮会散发的咩？八块落嚟，原来系暗的。八块落就会显示睇，一冇八块落嚟就冰等吼，等一皮消水以后，肉质就会冻甜。所以你讲水果爱新鲜食，但是因为叫做得冰。冰一下，因为个吃水果后个因为就很开甜。不过你要用个看佮吃水吃拉满。一般要因为像要黑脏杂个颜色，我卡绿呈现绿色，那冰诶。吼，佮做较转淡啊黄色，带一点黄色。不过佮有消水伊么，也还迄种饱满，也都脏脏。佮消水迄个名伊就做较焦皮，一皮有可能做较焦皮。韩国佮蛋糕黏起了，黏起了嘛嘞，黏黏黏太黏。嗯，起袂下去，会有点凹陷下去的感觉。像样可能脏脏个就冻饱，嗯，也就安尼迄差不多就安尼凹。名一开凹下去，对，安尼就做得，安用就做得是嘞，消水就做得。因为就从大家来分享，做得不用急救，韩国不用急救，我洗洗，看看老几色体，度度好时间，所以就清好老几色体就超嘞。对对。不过其实像亚哈过瘾啊，大家出体当辛苦这个姑娘就给购置，姑娘就给农产品，因为当当年咪会发展出像安用休闲农业，提供安用采果啊、观光也就发通，其实。宝珠姐，你们去做下土篮虫哦？哎呀，平常有做。江南一方农场，它有一个山林田园果香自然的美名哦。哎呀，农场哈，大概占地面积有8公顷，然后安胎啊。然后刚才爸爸也有讲过，我们的水土保持也做得好，然后我们步道也做得很完整，还有步道，对啊，休闲步道，果园底部一个步道，步道很完整，哇，对，然后从呀半夜的开始，牛年出来以后，过呀中秋节就稳单出来，然后外头就都带呀到游客啊，听外头散风哈，园区。去摘水果，不同的时节就有不同的水果。哦，像亚哈，还有文旦，文旦，哎，我就搞摘文旦。哎，它差不多霜降之后就有拍叶味了。拍叶味，拍叶味就暗胎的啊，也往冻胎的啊。给我把它胎给烂没？对，然后再过下来呢，就冻到连。假面也得，比如说有头家讲的为绿宝石啦，黄水晶，有黄水晶，就是那个金那个甜橘，一口橘很好吃。吼，你看啊，广东都命的吼，一等于拢连命的就含滴诶，来都吼，来都要体验个时候，就提供哦呀，水果啊，就买个品种，双人用的，口感是人用的，所以不同的时节加到来，就可以体验到摘到不同的水果。嗯，古早甲他讲诶，七八月咧，八九月咧，也还系文旦杀下来有甘梅啊，对，啊，再过杀下来喏，甘梅以后，那甘梅就当多种哦，也是播种哦，哇。哈哈哈哈哈！古早买个时节去就做得，买个时节去过，农历年前过来吼，买个水果就有，主要俺有柑橘类家族哦，还有牛年系冇？牛年过俺呀，牛年系俺呀，牛年差不多全部有百年以上的历史，俺有经过呀，还有经过嫁接，所以俺牛年系粉壳宴。
圆圆像玻璃珠的安泰料，我讲肉当盆，水分当多。我讲就除了呀狮子外，还有红呀龙眼干。啊，杭州的七嘎像是 DIY 给大家。红龙眼干，那游客来呢，那我们就教他怎么剥壳啊、剥籽啊，然后吃这个龙眼肉。因为这个龙眼肉也是很养生的一个水果，可以当零嘴，也可以当料理。没错，对。除了呀牛眼因为呀，哎，基本个牛尾没做电脑，有做 DIY 哦。对呀，牛尾吼，像呀牛尾皮呀，其呀本身就有精油，对。所以呀，牛尾皮一般扎转来呀，不管呀牛尾啊、假面皮拢用用，就老呀牛尾皮，然后去泡起了，泡下了，哎，泡下了以后呢，就落个酒精，就那个。9%就是95%的酒精，然后来浸泡，泡了大概2-3天之后呢，然后再加一些那个起泡剂，起泡剂对，然后呢就可以制作成这个按钮。对哦，哎呦，环保的清洁剂，对，清洁剂。韩国亚美洲的七嘎 DIY 你做，保护节会教大家做。只要来我们农场，我们都会教大家 DIY。哦，其实像按钮很环保哎，因为一般可能替你设计个 UAP 就黑，顶多拿来当帽子。对不对？中秋节听说外国小朋友戴柚子帽，我们讲那柚子就做在老皮削下来，杭州的拿来做其他的利用，因为我们是去买洗碗巾了。系啊系啊，冬后用。呀，又系天然嘅，冇洗枪咩冇嘛嘅上班。应该讲呀，冬后洗枪啦，也不会伤手。对对对，故说除台像按用 DIY 嘅活动，过演采果观光业的活动，因为唐公含有像是认养果树按用嘅法通，按用很用嘅来进行嘅。爱到阴阳果树就是爱到管理好，来看那一头哈，给好，爱为管理都好，人家都好早时间通知人家都来扎，啊，讲爱到阴阳看一头，比如讲压一头树的扎个几多多，啊，讲比如爱到树的是一头扎都四到500斤啦，啊，这么多，有没有树的？爱树的种按到四面动太头的，啊。不说爱豆扎个量要有保证，讲比如讲五斤米豆爱扎个量，啊，还有300斤啊、500斤啊，长毛爱每位补到足本人。哦，哎，毛本人吃亏就臭诶。免了迄按钮，还有这样认养的活动就臭诶。不过其实今物日东南的吼，尤其比有抢到，其实人说给阿爸来同大家分享伊去甲讲中的经验，同大家分享一下，你做东西做几多年呢？我从小就从小吼，我龙通师傅算我个龙，也嘛一个龙通村。以前啊，很多阿妈行，阿妈行头摆哦，全部做牛年。哇！满山满片的生意呢吼，无培养出单一种的牛年，全部个样子就配牛年干，土油配啊。样子就开始。哎，就开始个样子的牛年干配都全部烧太肉，太肉年会来。给哈，哎，澎湖哈，300年前来到师傅阿妈行呀，就中开始种牛眼，所以我个阿名天名都阿妈行出来牛眼的山里，不说我师傅的牛眼，阿妈行牛眼是全身最好的牛眼。哇，跟你种东西种到呀，他应该有70年嘞。差很多哎，所以年都要就从小就牛年就，就开始。跟你吃到种东西辛苦吗？辛苦做农业哦，就会辛苦。嗯，不过辛苦你怎么该还继续做一件事情？就从小做到太就无，很多时因就后生就无存个一发展啊。好，就对呀，农业做呀个哦。不过呀，他就专家了，对不对？宝珠姐都说爸爸是专家，对，专家。就是说，我哋会过年，无论生意呢，年纪较长的来到我全部同学行，我哋会沟通路啊，全部过年呢，全部平平同学些去人来采购的地方，唔系像人个当起哦，去到旁边上个要嘅，啊，全部沟通同学查，全部都得。太古早分享太假，做得起。来留留看下嘅。
山上的风景环境呀，一个人就种了一个好。嗯，真紧，故事好，今晚真紧动欢喜，邀请到阿爸韩国宝珠姐同大家来分享，谢谢你阿爸哦，谢谢。这样人爱。那个女王农场参观过来，没问题哦，谢谢。麦神梦观众朋友，给舒克休息一下，Q 下来做运动哦。